哎呀，得了，它这个，软糯香烂。今天我把二师兄的肉给嘎了，我今天给他做了一个，他不要喝酒吗？我给他做一个，哎，叫香糟他的肉，扣肉啊，扣肉。师爷，你说二师兄，我觉得你这有点不对啊。啊，我瞅你这个身材，二师兄在这儿呢。我马山大师兄，他是二师兄。来吧，这玩肉咋样，师爷？五花肉还行，我师兄这肉叫我嘎的。五花三层，大家挺好吧？挺好，开始唠呗。好，给二师兄上刑。上刑，给你这给我加一下刑。怎么的？哎呦我！哎呀！传统老手法啊，这一步非常关键。去他的腥麻味儿啊！他这把大师兄的手给烫，正经手给烫着啊！一定要用二等锅啊，专门干这活的。对，嫩一嫩，这一会儿翘起来了是吧？今天捞不到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来，这热水我给你泡上。好嘞，一会儿刮。给它刮了。挺脏啊，这二师兄。对，二师兄这给刮了，这太狠了。太脏了，二师兄。给他洗个澡。冷水澡啊，热水澡，热水澡，还得加点东西啊，这呀。那肯定的，那不能让它白烫啊，给它白点花椒，花椒，现在喝点喝点煮上呗，行，我盖盖啊，哎，给它煮熟，煮熟，哎，可以，走吧，爹，我休息一会儿吧，我瞅一下二师兄，哎，能砸透了啊，来了，现在也就八九分熟了啊，是。哇，哎呦，无情铁手，无情铁手啊！哇哇，来吧，师爷，我不行，我得给二师兄再上点刑，再上刑。对，啥呀？老办法是吧？对，给他排排油，排油，减肥方法。看出都出来了，这油。来吧。看，六指，看，好嘞，好嘞，来吧，好，酱油，我上，上点色是吧？嗯，我这边就给你做油啊，好嘞，省点油，咱煎一下子，搁里煎一下啊，哎，在家里要不方便煎，是吧？这一步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对，直接切就行了，对。煮皮之后，再煮个色，煮个味儿，效果更好。对，口感也好。就这样啊，啊，烙成色。再切吧，这样。来着。两个硬币厚啊。是的。这火烧，这效果五花三层啊。是的。这样够刀是吧？对。宽一点。对。这还马形呢一块。这个形状我跟你说吧，诱人呐。喂点梨口啊，搁点盐，一勺半。放点糖，一煎呢，一勺半，喝点味精，少来啊，哎，够了，喝点胡椒粉吧，都是家常调料，对，你就来就行了，哎，你就来吧，我就搁点酱油啊，二师兄这家好，酸甜苦辣全吃啊，老抽，老抽，少来，少来点，少来。老抽、红抽都行啊，上色就可以。半门入味儿啊！对，一会儿把你这个小手也弄啥，直接也蒸了。你这小手现在已经入味儿了，入味儿了，入味儿了吧？那我跟二师兄接这么接触他，哎，猪肉和猪手。给他劈朝下，装到碗内。其实今天呢啊，今天你这三碗饭打底了，我算看出来了。那你这我是四碗，你是四碗，能不能别控制我啊？这个时候我得控制点，你别给你撑坏了。香糟啊，我们先把香糟给它搁进去，
主要就吃香皂这个它的味道啊。哎，这个香皂啊，它就是能做很多菜，糟溜也是它啊。哎，对，我们这是糟溜鱼片，糟溜鱼片我们都做过了啊。这个我们这个香皂呢，用量的就是说越大，哎，这个味道呢越还有回甜。酒的清香味儿，对对，够了，够了。还有这点汁儿，你倒了啊？这点小汁儿，再倒里 ，OK， 够了，够了。好了，我这边蒸了啊！哎，开蒸啊，开锅蒸啊，表上放点上葱和姜，又是姜味儿，借光借不还啊！好啊，蒸上啊，蒸，不气儿，蒸了一个半小时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好，咱盖盖，省得净哈气水啊。是的，哇，汗汁都，我靠，哇哈，这香味儿，无情铁肘了。哎呀，这家哎，哎呀，哎，扣肉啊，烫手烫手这些，来吧，哎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。普通长，这是我二十九五。来点西兰花啊！对，回点西兰花。哎，工作搭配一下子呗。是的，鼓掌鼓掌。这大油。师爷，我发现你净做飞米饭呢。哎呀，这家你看师爷笑的这个开机啊啊，哎呀，不能得了，他这个，软糯香辣，他这个香皂的味儿特别特别的浓，好清香，对，酒香味浓。你看看我们做过什么呢？我们做过。雪菜扣肉，酸菜扣肉，米粉蒸肉，这个香皂扣肉比他们都好吃啊！好好卤饭，回家也做啊！师爷，今天三碗打底，我四碗，还是那句话，行不行？你不成饭桶了吗？你就是饭桶啊！这个菜面前就是饭桶，走了，别给我端走，给我留下，留不了。每日烟火气，尽在老影记。